听说有些人在走这个迷宫的时候呢，他们通通都是直接上层上层串串串，然后下层下层探探探，好像不会有人正常走路线呢。我来走走看正常的路线好了。哦，我这个人哦，还是会一般的方式来解谜啦，是不是？阿元呢？阿元表示那个。我应该不用过去吧？有啊，你过来啊！他说我又不是灵魂，你干嘛叫我过去？我是不是要给你一个平台啊？不是水吗？哎，对哈，有水哈。哎呦，看来我的脑袋还没有修好哎。怎么这么聪明？你们是不是都很认真在看我玩游戏？不然怎么什么都知道？阿元，我相信你这样可以哦，这样距离够了，已经给你十足的信心了，也有桥了。Yes， Go。是不，然后这边就有自动喷水水，靠我之前的经验，然后就可以拼出一个艺术家完成的桥，完美的搭建一个没有人可以敌得过的桥，就连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再做出第二个一模一样的桥。OK OK， 太完美啦！谁能做出一模一样的啊？我也是觉得蛮厉害的，如果有的话，太神啦！还可以自己玩个跑酷。不小心掉下岩浆啊，就可以全部怪在手把上啊！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偷袭！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偷袭！还是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偷袭！哎呀哎呀哎呀！还是看不到怎么办呢？偷袭！未看先才见识。哦，又一个盾，那个我的盾好像有点多呢。这个盾子数量是不是有点多？多到我用不完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别动，先别动，不要啦！完了！哎哎哎哎哎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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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次真的完了，这次真的完了！啊哈！哎哎哎！我是故意的啦！哟！对对对，一切都是计划通啊！什么不小心失误的什么，没这回事哈、啊！绝对没有啊！哦呦，门开了、啊，古龙，我们得赶快摧毁那个红色的石头，找出萨达殿下才行啊！哦，我的天，恶心！什么生物？螃蟹吗？哎呦，我的天！怎么看眼睛都是弱点啊？哎，巨力哥嘛！来啦，开打前我们必须先帮他拍个美美的遗照，希望不是帮我拍啦。哦，太大只啊，拍不进去啦。哦，这张照片比较帅，这一张看起来比较帅，还看得到眼睛。哎，你怎么倒了呢？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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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？你的眼睛你想干嘛？阿远在这里啊，来随便打。啊、哦！乱枪打鸟，走错路，惨痛！真的是乱枪打鸟呢。抱歉，他应该不是鸟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结束了。阿元刚好塞到，我觉得是呢。我根本就没有在看他的方向，先打上去再说呢。乱枪打蜘蛛，真的是乱枪打呢。我完全没有什么难度可言，糟糕。真是的，害我这么担心！你这个家伙真的是萨达殿下，该不会是其他坏人了吧？哎呦，这个是看破一切真相的小朋友呢。咖喱饭，无论是大人或小孩都非常喜欢吃的经典料理啊！赞啦！油壶可以增添风味，那就一个油，再跟高级禽肉，这样子可不可以变成炸鸡？哦，油炸高级禽肉哦，真的有呢，直接变炸鸡啊！那我当然是要拿个顶级的肉啊！哦，什么是烤肉串？我以为是变大猪排，没有烤肉串呢，这看起来蛮好吃的啦。那今天我们开始直接变成料理游戏啦。一般的蛋糕就是这个嘛，奶油嘛，一定要有糖，一定要有牛奶，一定要有蛋。那个什么小麦好像没有，好吧，试试看料理吧。小麦啊，对啊，我没有小麦。哎，这个会变成什么呢？等等等等，布丁 ，yes， 哇、哦，新的料理耶！怎么看怎么觉得好吃啊！这不是钱的问题，可惜啊，好像已经没有在卖可口盐了。对了，你身上是不是有不要的打火石呢？极为罕见的几率，打火石中里面会有找到特别美味的全熟打火石。如果你愿意把打火石让给我的话，一颗可以出1000，1000块啊！
一石千金，全手打火石，这个就叫做那个嘛，赌石，对不对？我身上有多少个打火石给他，就看看哦，到底哪一个东西才有可能一颗直接值一千块，是吗？哎呀，我实际吃吃看啊，才有办法知道是不是全手打火石啊，还是其实你本来就是那个，就只想吃打火石而已，在那边跟我骗啊？全部都不是的话，就给对方吃饱饱。对呀、啊，让我看看，我有110颗。我如果20颗可以抽5次呢，来来来来来啊！第一个20连，僵尸会有没有呢？静静的，不发出声音，将其放在舌头上，轻轻滚动，这就是行家品味的方式啊，古龙。嗯，这是全收到，赞啦！赞啦，绝对没错，这就是真正的全手打火石啊！嗯，这是说好要给你的1000卢比，麻烦你了。Yes， 我超有钱！不是吧？这一次就中了，这个是可以赚钱的啊！既然没共辜失望吗？第二轮不可能再中了啦！第40连，我来看看啊！静静的不出神，将其放在舌头上轻轻滚动，这就是行家品味的方式。嗯，这只是普通。怎么了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第二次吗？不是吧？ What the？ 啊啊！为什么？看来把这个中乐透的运气用多了。不是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再看看啊，再赌赌看啊，反正这都是要赌来的嘛。来来来来，开赌开赌，第三次啊，第3轮20，来来来，20颗。这是真的100%必中吗？这不可能吧？不是吧？切！第40抽，到底有没有啊？有没有机会？不是吧？切！看来没有想象中这么好了啦。第5次，这是第100抽啊！来看看啊，最后的第5轮的20抽，到底有没有机会？是中了还是没中呢？难道？切！抱歉啊，读个档啊，不要浪费我这么多的那个矿石啊。这个还是很好赚钱哎，给你2次刮中头彩嘛，然后之后开始骗你，让你丢了60颗。对呢，啊不就还好，我抽了2次之后我有存档，是不是？哦，聪明才智。